这张是你刚签过名的牌。对。你把它翻面，把它放到中间的位置。嗯。把它放进去。通常魔术师只要弹个手指，就会跑到第一张。对。是什么？不在最后一张，那会在。在你身上吗？嗯。还是在？啊？在这吗？不可能。那里面是空的吗？你刚刚完全没碰那个啊。对啊。哎呦，有东西哦，有牌啊。有东西。有声音哎，可是应该不是吧？是鬼斗吗？应该是鬼牌。那麻烦你。麻烦你，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。通常呢，证件会出现是在我们都知道会违规的时候，哎，在交易里面，哎，不是在皮夹里，哎，有一张哎，如果。这张牌就是你的牌的话，是我签的牌吗？哦，让你开罚单，麻烦掌声十秒，谢谢。哎呦，你的牌，没有开玩笑，是有，有这个效果。其实证件呢，通常像这种驾照啊、身份证，我们都会放在比较隐秘的地方。对对。例如这个地方，夹层里面。